我想我的个性，大家在国外看到我个人这个表现哈，我的个性事实上就是比较勇往直前，而且我是一个比较爽快哈，比较率真的人哈。事实上，我刚刚对卡也好，咱普通人很会靠了哈。那我们期待市场非常优秀哈，是大家所称的暖男哦。那所以我相信，在某些事情的决断力上，就相当的就比较温吞啊，可能个性也是如此，所以我觉得它是像是温室里的花朵，被保护得很好，但是温室里的花朵是不能成大树。我是战地的玫瑰，谢谢。有刺的。高一长，我今天特别带这个金门的高粱酒，上面是有写传递和平荣耀的力量，好不好？这个。谢谢。事实上我是 made in 高雄，这个是真的。我爸爸的民国大概50、60岁的时候是住在高雄，我姐姐是在高雄出生，我妈妈怀我的时候住在那个东东街，后来就要生的时候回金门出生。我现在我的气魄是比较好的，这是我觉得这个毋庸置疑，他大概受到的保护是比较好的，他比较我说会算是软男的哦，比较。温啊，它跟比较温，那事实上一个市政的往前推动，事实上就是比较需要决断力。就是当然大家都知道，高雄对这个非绿营来讲哦，是一个比较艰困的这个选区。那这也事实上是我个人也认为有必要好好的坐下来谈一谈，大家来想说，如何凝聚在野力量，团结起来，让人民有不一样的选择。您刚刚在里面有提到您跟那个前赖市长不一样的意见，对。我想我的个性，大家在国外看到我个人这个表现哈，我的个性事实上就是比较勇往直前，而且我是一个比较爽快哈，比较率真的人哈。事实上，我刚刚对卡也好，咱普通人很会靠了哈。那我们期待市长非常优秀哈，是大家所称的暖男哦。那所以我相信，在某些事情的决断力上，就相当的就比较温吞啊，可能个性也是如此，所以我觉得它是像是温室里的花朵，被保护得很好，但是温室里的花朵是不能成大树。我是战地的玫瑰，谢谢。有刺的。演好了，演好了。现在像是要怎么好？今天这个改议程啊，就这样想了。昨天早上的这波冲突是不是的确哦很激烈？你几点就来了？我4:30骑单车从家里出发，大概到这里4:50吧。对，就不到5点，我们就有过来。对，委员，身上好像有蛮多的。哦，这个一场冲突在所难免，就刚跌倒，然后不知道怎么样拉扯，就衣服就破掉，这件新的。对啊，不过今天第一天穿新衣服啊。对，不过现在主要是这样，我们党团是觉得在防疫期间哦，也有很多财政委员会应该还有很多优先的法案可以讨论哦，有关民生经济纾困啊，哦，防疫的这个物资的采购相关，这些法案才是优先讨论法案哦。那至于在这个时候，事实上是不应该为了这个我们陈前总统的这个贪污除罪化哦，这个国务机要费来做当做这个优先的讨论的法案啊。所以我们是呼吁民进党团这个案子先暂时不要排入，因为现在疫情比较严重嘛。那在这样的情况下，不可避免大家就要群聚啊，冲突就会很近距离，没有办法保持社交距离。对，到底倒还好吗？还好，就是在上战场在所难免了哈。对。国民党主席的三二。
好，各位委员反对，张嘉宾委员，张嘉宾反对，沈八位的关注，吴秉睿委员，啊，吴秉睿委员，来。哎，麻烦你们拍一拍，我被几个人控制住，好不好？要不要来看看？好，你们请干扰哦。现在请各把出席名单给我进行上名表决，进行上名表决，出席名单。